小鬼微博那张照片不是小鬼，那个是我弟弟仓鼠帝君，抱歉，是仓鼠王。楼里面也有人，是不是？啊，呜、哦！哇，没锤过，哎、没血了，死，一拳死，一拳死。你先躲开！那你锤他死，他没血了。没锤过，垃圾桶是有减伤的。他一直跑。那你快过来摸我一下，别追他了。哎，我感觉你死了是不是？楼里面有人啊，楼里面有人有枪。好，我用了一招调虎离山之计，成功的吸引了对方的注意力，然后上来摸你了，咋样？灵性吧。一招调虎离山之计。他来了呀！没有，没有。他来了呀！他来了呀！